铁板上虾仁煎的滋滋作响，另一头鲑鱼、尾鱼等新鲜生鱼片，还有手卷现点现做。金华饭店自助餐下午茶原本一个人858元，迎战今年最大旅展，推出四人优惠价2499元抢客，下杀7.3折，现在只要624元就能吃到。另外，台北凯撒饭店自助餐最热闹的就在蛋糕柜前，许多民众排队夹取。这里平日晚餐每位1012元，现在推出优惠价，一套餐券5张3000元，等于每张600元，还加码买十送一，下杀5.5折。他们都会把那个折扣都算得蛮便宜的。那对我们这种经常性要需要聚餐的朋友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讯息。国际旅展举办记者会，各家推出自助餐饮优惠券抢客，像是六福万怡推出尾牙春酒套票自助餐，买十送一，售价11000元，相当于每张1000元，下杀6.6折。另外，美福饭店今年旅展推自助餐券，10张6900元，每张690元，相当于6.4折。而万豪饭店的高空餐厅则推出浪漫的双人海陆套餐，售价4500元，每人2250元，下杀6.3折。饭店基本上大概都会打出是全年最低价，你如果要全部看完再去一个一个去比，其实蛮耗时间的。今年最大优惠旅展10月30号登场，旅游专家建议民众在家可以先比较菜色以及平日售价，也提醒要注意有效期限，聪明消费，让餐券发挥真正价值。记者孙莹莹、陈莲台北采访报道。